是有这个主办单位的这个吉隆电视台的记者来帮我做这个访问记录。那我想这个呢是我游了外木山这么多次以来，这个我今天觉得非常好。那个我看到很多鱼，那还有把玩到水母。那今天的天气也非常的好，那游得非常的愉快。那谢谢这位帅哥帮我做的这个记录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戏子陈永慧、王海旭先生这边等你。戏子王海旭先生，伙伴在楼梯这边等你，谢谢。北海浮板，谢谢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对啊，哎，这个偷躲了，中间有一段很多水母，真的、哦。那就是，哎，可不可以再一个泡？好，可以。打到，有星星了。直接用手抓起来。对啊，还有啊，有啊。那还在动啊？应该半熟半熟。来，我看一下，看一下。什么鱼啊？这个是白鲳，要素吧？被咬到，是哦，要保护它一小时。两个被咬到的，没有啦，这边就只有这个部位吗？哎，对。哦，好，那就。